さ君だれ風に誘われて今日も約束のあの場所まで歩いたひまわりが僕の心に咲くから今日はいつもより早めに出かけたんだこの坂を登れば君に会いに行ける急ごう It's a beautiful day Beautiful day あの頃が It's a beautiful day Beautiful day 今も It's a beautiful day Beautiful day キラキラと輝いてるあの場所まで歩いた粉雪が僕の肩に降る頃まだ見ぬさよならに涙も僕よりいつしか三年も言えなかった我们经历一番磨难，终于来到了东京塔，那就是东京塔，传说中的东京塔。真假？你给我看反面啊！反面是什么？暂时记在这儿吧，记在这儿吧。不出云端，高枝木兰，深潭汉酒，你今天是今天第一个修一个拍一拍这一排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thank you.
们现在要去悲伤的吃饭了，因为都没有开门。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功课，这里11点才开门。饭也没有开门，谁都没有开门。でもこの試合が終わるまでこの世界に出口などない差し出された手のひらに本物はないと思えカウントを取る間もなく飲み込まれる Dark Side 闇深くから炎は湧き上がる但我们这样根本不知道里面实际上有谁。绿的是谁？是谁？头发，他不是。你的人品回来了，要杀！来你。就是我看到的灰头发是他，不是吉布。他是银头发吗？是。啊，拧不开呢。你换了我电话。你今天一天值了，真的是。牛三，你看，小美人痣。なるほど、わかりました。
just the same. Ever a surprise.それで、ああ、あげた。座って、入りますよ。按上门铃。啊，不是，按上电梯。然后就上来，我们就在洗了。是我白痴舍友。愤怒，我先把手机不能睡了。这是我们的房间，我们今天要走了。我们刚才忘了录像又回来了，开门了。这是鞋橱，下面有电箱，这里有他们的电费单子。Look， 有他们的电费单子，然后有拖鞋，放火栓，小火栓，微波炉，热水壶。杯子、盘子、油烟机、炉灶，垃圾桶有三个，然后这个是洗澡的控制台，然后就进去以后，这个厨子，这有这个，还有洗衣机，猫放高级的汽水猫放。
后呢，这个厕所我们每天都在这里泡脚，这个是我们的大泡脚盆。这个是刺的吧？这两个都是刺，一个男士，一个女士。哦，别刺了，走吧。走走走，这是我们的床，看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住得很干净？这是那个床，这是那个床，虽然它非常的小。然后这里有床帘，这里有不可以动的东西。这个是个衣橱，衣橱打开是个很神奇的门。打开以后是衣架子和打扫的，然后呢，对，见证奇迹的时刻，我们有一个破阳台，有一个破阳台，阳台上有空调的风机，然后我们这边因为是个饭店啊，所以这个地方有点脏，油烟灰。看这个地方是如果有非常的时刻，对面的邻居会跑到，会打破这个门跑到这里来避难。哎呀，这么回事。对，我们也可以跑到他们家去。这是我们这两天的吃的东西，就是什么吃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两天留下的垃圾，我们留下的非常多的垃圾。这是那个移动 WiFi。 好了，结束了，我们要走了。门口有门铃，然后有配的雨伞，电梯，这是人的家，我们住在404，就是这个。404